词。好，与会的各位来宾，各位家长，还有我们最优秀的毕业班小朋友，大家好。校长好。哇，精神很好，校长感受得到你们今天非常快乐哈。那我在这边一样要代表我们全体国安的小朋友感谢我们所有的嘉宾。今天特别拨空前来，也谢谢各位爸爸妈妈哈，你今天可能请假，那特别来看孩子们的毕业典礼啊。那同时呢，校长也要恭喜我们在座的所有毕业生，你们完成了在国小六年的学习，即将进入了国中。那同时更令人高兴的是，所有在场的家长，你们的孩子已经长大了。那虽然求学只是一个阶段，那国小毕业之后你还会上国中，那以后呢，各位毕业生也可能很少很少机会会回到学校。那校长呢，在毕业前夕，我们还是有一些话要叮咛我们各位国安国小优秀的毕业生，希望在未来的人生旅途上，你要记住学校师长的叮咛，记住校长今天给你的勉励。好，首先第一个，校长希望也是叮咛各位小朋友的，你长大上了国中之后，第一个你要懂得孝敬父母，还有你的主要照顾者。为什么校长要这么说呢？因为啊，我们很多小朋友上了国中，大家都知道是所谓的青春风暴期。哇，爸爸妈妈讲一句，你可能就是不说话十几天，或者甚至回了十几句话啊。但是校长这边要提醒各位小朋友，要孝敬父母。有流传一篇文章，相信应该有一些人有读过，就是一碗面的故事。那他这个故事呢，去叙述一位小朋友，他因为跟爸爸妈妈吵架，所以呢就怎么样，负气离家跑出去了跑出去了，身上没带钱，肚子饿了，就蹲在一家面店旁边。然后呢，那个老板就看他在那边好可怜就煮了一碗面给他吃他就吃得很高兴。吃完之后呢，老板就过来跟他聊天啊，小朋友你怎么啦？他就跟他讲我的爸爸妈妈对我很凶，怎样怎样，所以我就跑出来了。结果那个老板当下听的是什么感觉？非常的生气。为什么？他说，我煮一碗面给你吃，你都这么感谢我，那你的爸爸妈妈照顾你这么久，他只有说你一两句，结果你就跑出来，那我在这之前，如果知道你是这样子的小朋友，我就不煮面给你吃了。所以校长在这边要提醒各位小朋友，上了国中之后，虽然你有你的脾气，但是，你要关心一下父母要孝敬父母，或者是你的主要照顾者。好，这是第一点。那第二点呢？校长希望各位小朋友，你永远不要放弃自己，永远不要放弃自己。为什么要这么说呢？因为有一些小朋友，他可能在国小的时候学习还很顺利，或者甚至中等，越上了国中、高中甚至大学，他就觉得我跟不上，那我就放弃算了。那校长在这边要勉励各位小朋友，不要放弃你自己。就以校长自己来说，我整个求学路上，我也没有非常顺利的时候啊，我也曾经全班倒数过，但是我没有放弃我自己，所以这一点要跟各位小朋友勉励。那有一个童话故事，校长很喜欢说故事，有一个童话故事呢，它就是讲有两只青蛙，它掉到水井里面去了，结果呢，有一只很飘稳的青蛙，他就想说啊，没救了没救了，我永远跳不出去了，我就在这边等好了。可是另外一只呢，直条纹的青蛙，他就说不行，我一定要每天试着跳，每天试着跳，我今天跳了1公尺，我明天可能就可以跳1.5公尺，
然后就一直努力的跳跳跳，结果后来他真的跳出水井了，他获得了重生，他活下来了。那在井底里面那一只，他就饿死了。所以在这边，校长用小故事来勉励各位小朋友，不要放弃你自己。这是第二点。好，那最后一点就是你要正向思考。什么叫做正向思考？所谓的正向思考，不是说我就很乐观啊，作业没写没关系啊，考试不及格也没关系啊，不是这样子乐天的啊。所谓的正向思考是说，当你遇到了困难，你不要想说啊糟糕了，我就是没有办法完成。你要想说，哎，我可以怎么做，或许我就会成功。这个就是正向思考。在以前，有一位小朋友，他现在已经往生了，他叫周大官，大家都听过。对，那周大官这个小朋友呢，他自己写了一个绘本，很有名，他叫做《我还有一只脚》。因为他因为得了重病，所以需要锯掉一条腿，但是呢他很乐观，他说没关系，那我还有一条腿，我还可以做我想做的事情。所以在这边校长祈勉各位小朋友，以后遇到事情你要正向思考。幸福这种东西就像氧气，这是一首歌，但是校长觉得他讲得很有道理。幸福就是一种氧气，氧气有没有说谁不可以吸？没有嘛，你只要有鼻孔，你就可以吸氧气。所以就是说，幸福你都可以去争取，只是看你愿不愿意去吸这个幸福的氧气。所以在这边，校长勉励各位小朋友正向思考。以上三项还记得吗？第一个是什么？第一个是什么？孝敬父母。好，第二个呢？不要放弃自己。对，第三个呢？正向思考。希望这三点对我们国安国小即将毕业的毕业生未来会有帮助。那校长在这边也要跟各位小朋友做个邀请，以后毕业了，学校的师长永远欢迎你，国安国小也永远欢迎你。你上了国中，或许有一些心情不愉快，或者是遇到一些困难，国中的老师没有办法帮助你，没有关系，回来学校，学校的老师一样可以提供你协助。那所以呢，不要想说哦，国小老师我就不可以回来找他帮忙只要你有困难，所有的师长永远都是你的后盾。好，那校长在这边预祝各位鹏程万里，一切顺心。那也谢谢所有与会的来宾今天的莅临。那也祝大家和家平安，谢谢。